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的话呢，是2024年的这个8月27号，礼拜二啊。今天的话呢，有我们非常期待的我有讲堂啊。上礼拜的话，因为台风没有办啊，跟着上个月啊，就是我常常在影片里面提起的职场大未来哦。那这个海报的话呢，待会应该就会。没看到啦啊，通常当天是不会放的哈，会把海报移到其他地方。早安早安，光兄早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。哎，还有郭董早，郭董早，早了啊，两位早啊，这个冠伟跟郭董一段时间不见了哈。好，没看到，我说的没有错吧？这个职场大未来呢，已经拿下了，然后它放到那个我们的立牌上面去了。好了，换成这个意大利面也不错啦，这个可以万美止渴。郭龙走，跟我先走，走走走。我的嘞，好像又穿错衣服了，大家都穿黑色的。好吧，没有关系啊，我已经很习惯穿错衣服了。就这样，各位朋友，上班愉快，拜拜。